观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看七月十四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阿尊。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美国的前总统 Trump 伫咧宾州做事时阵，所当地有人开枪要来攻击。保镖随着枪去保护 Trump， 家己撮离开现场。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个开枪的犯人是已经被人断死啊。另外，现场还有一位民众死亡。根据报道指出，迄当阵 Trump 去做事，上台发表演说，打几分钟尔，现场就传出枪声。Trump 的保镖随着枪去解保护。虽然 Trump 正边的耳啊附近敢若有出血，不过伊伫咧要离开现场之前，佮有向民众来握手，强调伊家己无代志。美国特勤局也表示 Trump 真安全，也那宾州的检方也证实，这个开枪的犯人是已经被断死啊。不过现场也有造成一位民众死亡，一位民众重伤。镜头转来看国内，伫咧高雄路的昨有发生一台轿车卡伫咧平交道，轿车的驾驶赶紧驶倒退，结果煞去弄到后边奥多麦。进无步，退无路，而且一台自强号随着驶过来，去弄到轿车的车头，造成车顶的驾驶当重伤送病院，连带也去影响到代替到的车帮2900多位旅客。一台白色的轿车停下四红灯，卡在咧平交道顶头，无法度震动，代替火车顶的旅客也无法度落车。我不知道在几号，反正这边很多个人都不能下车，几百个人。昨晚要到八点，47岁姓孙的查甫人开车经过平交道，结果听到警报声要擘过，所以弄到后边的奥多麦，造成骑奥多麦的民众脚头骨受伤。由路竹区新民路左转进入，欲经过平交道转入大同路时，四红警报器亮灯，一架车倒退至一般道路时，碰撞不慎撞到两女所驾驶。两台车歪掉，一个掉在哩平交道，尾下代替306车主进入北个自强号要过，也去歪掉轿车的车头，造成轿车的驾驶受伤，好加载一个怎样人送病治疗。不过火车停在哩现场，车顶的乘客等甲规巴肚黑。没有人要让我们换接驳车，把我们全部困在上面，这根本不是赔偿问题，已经一个小时了。警方出动疏导路面的交通，一直到暗时大约9:20，车才有法度过。代替统计，这边意外总共影响9000多列车，2905位代替的旅客，平均延误75分钟。警方在这边呼吁民众，若强要钻过铁路的平交道，会当罚15000到9000的罚款，并且吊扣驾照一年。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三重埔，昨有发生严重的车祸，有一台轿车正向冲去弄到咧等红灯的警察车和计程车，造成一位28岁警员死亡，也阁有4人受伤。一个驾驶头先是讲，伊过路塞车才会出车祸，落尾才有承认伊家己有食毒。即马检方已经依照涉犯公共危险罪嫌，甲法院申请羁押核准。在监视器画面看到一台运输的变速失去控制，相较对向，正面弄到正伫停等青红灯的一台警用巡逻车，甲后壁多元客运车。因为车速真紧，加上浓的力量真大，连路边的10多台机车也弄到，总共造成4人轻重伤，一个警察送医了后不治死亡。知道自己毁了一个家庭吗？对着提问，头壳内里拢无讲话，就是造成事故死亡的10多人。警方讲，这10多人讲家己是精神无好，疲劳开车。不过警方调看监视器了后，发现伊沿路开真紧，初步了解这10多人有真侪前科。顶个月才拿西瓜刀杠谈判，和警方查扣这毒害毒品，假造车牌这物件，伊叫社会法上班。另外是不是有食毒开车，有关单台进一步调查。这个危险驾驶的行为，我们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依规定举发以外，我们也会以公共危险还有过失致死的罪嫌来将肇事的驾驶移送法办。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他毒驾，但是我们会穷尽一切的方法来厘清他到底的肇事的原因是什么。警察车红大力弄一个飞到顶下骹，车头弄歹了了，
警察在滚时拄到这灾厄，一条少年性命就安尼无去。坐伫个这司机边仔的28岁姓杨的警察伤势相当，抢救了后，伊原不治身亡。伫甚至讲要救起进前，阿嬷伫边仔望乖孙的头，叫伊边烦恼好好行。根据了解，姓的警察厝内底真侪人做警察，才拄结婚四年，并且做爸爸，均不幸殉职。今后接到这消息了后，已经透明赶起来。前期新北市长侯友宜啊，临时申请加行程来到殡仪关心伤者。一死四伤的重大车祸，我们全力的在追究他肇事的原因以及肇事的责任，还给我们警察同仁一个公平跟正义，我们绝对不宽待。侯友宜也表示，后续的送葬护卫也有殡葬司机，警察局拢会全力来协助，和家属伤痛减到上低，会全力来护卫。下晡甚至省的警察遗体扫到板桥殡仪馆进前，车队先坐转来派出所，当然伤心伫外口列队来敬礼。原本日头也真大，所来就落大雨。记者宋华报道。今仔日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健保署进行召开全民健康保险医疗服务给付项目甲支付标准的共同议定会议，通过新增加46项达文西机械手骨辅助手术的给付，而且扩大远距离医疗范围。过来看中国时报，检调咧侦办郑文灿涉嫌收黑钱案件，发现伊对侦办的进度拢有了解，怀疑伊对2017年开始，郑文灿就有看过这个译文，也佮人讲已经互监听。另外，郑文灿方玉潭佮先甲要回答的内容传互秘书，甚至有媒体直接就刊出译文。针对漏泄秘密的部分，检方嘛已经分作他二案来调查。另外是联合报。国公局统计，最近三冬来贵州的车牌直直的增加。去年通报924件，今年仅仅顶半年就已经超过800件，恐惊今年拢总会超过2000件。这假的车牌和治安甲交通是当中有记录的。过来看到总统赖清德昨去时到家人的威海园区，也头一摆去哩合作航南杀手的血钢军舰，强调国防的决心。另外，咱的国防部嘛有头一摆发布中国火箭军部队伫咧蒙古试射几啊摆火箭，咱的防空部嘛有加强戒备。台海情势紧张，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郭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海军司令董华陪同下，13时到贵人威海野区头一摆登上军舰，特别有意义，因为中共航舰山东号入来到西太平洋，配合将军机舰进行联合训练，和印太地区局势紧张升悬。赖总统伫即时登上有航舰杀手之称的血钢军舰，外界解读赖总统向民众展现国军守护家园的决心。血钢军舰是国人国自卫骄傲，就已经成军来。有稳重行政功能加科学防空火力，连续海军131舰队机动升强，延缓这中共军舰。海军131舰队负责东北海域、海峡，还有南部的侦巡工作，以及外离岛的运补护航任务，可以说是国军不对称战力的重要支柱。马总统强调，贵人军港升级按期程来进行，应达成国防贵人港甲贵人三亚目标，也勉励官兵保家卫国。不过，中共也是一直侵扰台湾。国防部发布，查到30架次的中共军机甲7架次中共军舰，继续伫台海周边活动。其中20架次军机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甲东南空域。最近离越南偏大约46海里。另外，中共13透早伫蒙古进行试射。国军头一摆对这个黑箭军的演习发布动态，防空部队也加强戒备，引发关心加注意。国防部陆续侦获中共火箭军部队在蒙古地区进行多波次试射行动。国军强化空中出战，向美国采买66架 F-16V， 确实面临高回拖延。今年第四季才交机2架的原型机。国防部讲，因为飞机甲选用装备中间的软体整合甲开发有问题，就已经得到解决，三线运作也正常，有希望在最终年度进程，也就是2026年来完成交机。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郑国梁面临着罢免，国民党有招80000的支持者去投反对票。昨伫基隆市东部嘛有举行宣讲，郑国梁表示，这个罢免案无正当性，这款罢免的风潮嘛是会去伤害到台湾的民主。
因为总统赖清德昨晚去家人，民进党这边是强调赖清德干那是去表示下官的，甲罢免案无关系。现场大喊加油，违规人市长谢国梁来加油。谢国梁今日罢免的风波，国民党启动何梁加罢免案，当作热战。国民党市党部十三举行三江活动，要取出无同意票，至少号召76,979名支持者投下反对票，超过罢免的标准。基隆的罢免案也攸关到明年的整个国会的局势，甚至台湾未来的局势，所以我想这个罢免案是没有正当性的，未来的这个罢免潮，我想对台湾的民主是都是一种伤害。民进党是请全党之力，甚至于动用国家机器在做。现场看民进党选书啊，想要定选，我无同意看板。谢国梁对个其实真有信心。拄好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十三头一摆走访国人，到庆安宫来主持拜别的谢幕仪式，引发注意。没有这一点关系都没有，特别跟大家澄清一下。赖清德从行政院长担任以后，就在庆安宫正了匾，副总统也正了匾，当选总统也来正匾，那同时也是还愿。对总统赖清德到国人是不是跟罢免案有关系，同志为何人表示是单纯来相关。谢国梁是说无加做猜测，因为民进党国人是党部对罢免案的态度无相关的规划，也不过国民团体需要到三工会来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尼泊尔落几日的大水雨，有两台公车就安尼被土石流冲走，至少有60个人失踪。因为奈及利亚是有一间学校倒去。上无有120个老师甲学生受困，经销嘛已经找到22个遗体。救援人员在河边继续找找，和土石流冲入河内的公车乘客。今日大雨造成尼泊尔山区土石松动，在离位置首都加德满都西方120公里所在的公路上，突然冲来土石流，将两台公车冲入河内，两车至少有65名乘客坠河，目前有缘下落不明。在公车坠河之前，3名乘客紧急跳车，一路手到岸边被救起来。想起土石流来袭迄当时，有缘是心惊。警方表示，两台巴士乘客人数有高是65个人，也不过研判实际人数可能更加多。当地消防单位派出大批人员投入救援，因为山区继续落雨，河面水势紧急，加上土石流破坏连环道路，大批车辆塞住，增加救援的困难度。尼泊尔为6月开始进行雨季，到达各地已经传出几啊件因为上大雨引起土石流加水患的死伤灾害。在非洲奈及利亚中北部高原省的圣道学院，昨日传出一栋两层楼的校舍突然倒去，因为当日上课的时间，达到120名的师生掉地砖啊处下来。在奥托基甲大型机库搞进前，关来机关的警消甲民众用简单的工具开始挖，已经发现几啊具的遗体。There has been a lot of students trapped inside. Some have been rescued and taken to the hospital, and many more are still there. And that's why you can see the excavators and everything working. 当地行政机关指出，好像因为挖河边，加上建筑结构脆弱，可能是造成灾害的原因。呼吁其他有类似情况的学校应该暂时关起来。加强校舍监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美国的电影明星亚历·鲍德温在2021年拍片的时阵，替刀具枪无涉及去断死摄影师的案。即马法官是认定检方无提交关键的证据，所以甲过失杀人的指控驳回。亚历·鲍德温知影家己免坐监了后，当场是激动甲流目屎。The sanction of dismissal is the only warranted remedy. The jury has been sworn, jeopardy has attached, and a mistrial would not be based upon manifest necessity. 听到法官宣判，继续涉嫌案件被驳回，免了两起关的亚历鲍德温，证书真激动，强要哭出来。陪同的家后甲亲戚朋友也真欢喜。
亚历鲍德温离开了印尼十月在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在拍电影 Rust 时，我提到曾有真正称职的道具枪，伊挂枪杀的名师哈青斯。但是发生了鲍德温甲负责管理片场道具的器械主管古提瑞斯拢被控告过失杀人。今年三月，古提瑞斯以无现金直接来检查道具枪的枪支，被判处过失杀人罪，必须服刑相当十八个月。了检方收到公司甲片场的枪杀案有关系的枪支，却是无进一步检测证实，更加无甲枪支放伫这个案件的证据资料内底。这点正是鲍德温律师攻防的关键。It was a disaster for the special prosecutors. It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is entire investigation. You had a judge who was obviously ticked off at all the missteps in the prosecution, and she finally said the only response, the only logical answer, is to dismiss this.新闻法官指出，可能跟哈青斯死亡有关系的枪支，原本可能对着鲍德温的案件心理受帮助。不过检方加警方却是无适时向鲍德温的律师来提供这项证据。检察官是反驳，这段又跟案件是无关系。霍林温总结证据，对着案件被驳回，表达失望。I believe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idence was misconstrued, by the defense attorneys, but I have to respect the court's decision.鲍德温的案件在七十开审第三天传出一个逆转的结果，检察官判定作案驳回，并且不得再提出要打官司，这也表示讲鲍德温闪掉这个落脚之灾。国际新闻张淑芬编译。地方的消息来关心，国道六号东草屯休息站正式启用，这是全台湾头一个东西向的国道休息站，预估来这的人客也不少。所以学者就建议讲，这个路段是增高塞车，未来就要加强来改善。初顶看起来像一顶一顶山脉，后边就是南投草屯的九九峰。国道六号东草屯休困站十三正式启用，除了是环向国道第一休困站，建筑加自然互相呼应的规划，也吸引不少人来朝圣。适合那种亲子来这边当休息站休息一下，然后再去往日月潭亲近的路上。虽然号称为简易休息站，可是里面应有尽有。高公局表示，原本规划做收费站，不过人工收费已经废除。因应国道六号为2009年通车了后，交通量是愈来愈悬，是来往台中甲南投真爱玻璃的交通要道，四口会景点真济，同时结合在地小农的商场，有计但吸引不少人潮。超商的部分可以吃饱喝足，那还有在地的一个小农，有一些水果。还有一些蔬菜、蔬果都可以方便的带着走。也因为这位于国道西行6.7公里的所在，离汇集国道三号的雾峰交流道真近，一个假期拢正做塞车的一区。学者建议应该加强疏导措施，避免让车流更加塞。过去这里的车流量就很大，容易有阻塞的情形。如果再加上慕名而来的旅客的话，那么这个未来在尖峰时间。的这个塞车状况是可以预期。吴正聪建议，虽然这会当提供来往南投乌溪山观光景点用路人的中继站，但过这规划大车19个，小台车107个停车位，应该加强速度，提升周转率，才会当避免加做交通的困难点。记者综合报道。民间有举办太平歌厅大会庆的活动，因为疫情有三冬无举办啊，今年总算伫咧台南，搁再闹热举办。拢总来自台南、高雄有七个团来参加，大家团轮流演奏，互相交流。主办单位嘛表示，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咱的传统文化代代传。这首歌上天的描述，子孙啊祝寿的情景，由主办单位讲清了，清水寺天主门神开场拍头阵，因为疫情，咱三冬的太平歌厅大会庆搁再复办，活动起头对1905年满岛巷口集英社发起。后续各庙宇轮流接续举办，台南、高雄拢总有七阵来演出，其中嘛有准年度复阵的头摆来参加。即阵少讲话，加上时代演变，传承有影味道。闹庙方拼死守护在地根，嘛有学会靠囡仔来学习。较困难所在就是因为即个拢连甲歌曲的，唔比上即个西洋歌曲，也是爵士的吼，也要招生的方面吼，上大困扰就是哦，即种就少较老的歌。但刚刚被讲的乞食歌，有没有凋零？它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传承啊，断层要从哪里补？最根本要从
小孩子做起，做免费客服的小秀才嘛，就设在后面嘛。啊，我有收了五十几位小朋友。太平歌嘛，合作天主门生甲天主门生，是台湾传统音乐种类一种。最后以唱曲为主，开始伴奏。演出当中，拢会唱一个歌头，无就是故事的重点。落尾才阁唱曲。根据统计，目前全台敢若剩十几团尔，虽然拢共乐种，不过各团的风格唱文各有特色。然后伊含南管嘛是有一寡无共款，南管是用琵琶、洞箫为主，那太平管是用琵琶、月琴为主，哎，主要是这样的差别。歌啊歌，台湾文化要延续落去，大家来继续办这个大会展，有活动。这个团体靠活动以及延续落去。这个民间自主发起的活动到达第六档，今年上特别的是西港歌乡的四顶太平歌亭头摆拢交到，大家互相欣赏甲交流，要让大家看到太平歌的水，伊嘛唔忘甲祖先流传的歌延续传落去。记者李崇泰南采访报道。咱有真侪捡回收的人，捡规工的歹铁啊，捡纸皮，捡塑胶，可能赚不到一百块。有立法委员就邀请环境部长彭启明做回去塞车，是给捡回收，实际体验因的生活困境。看到一日捡32公斤的回收，煞卖无50块。彭启明表示，会过来检讨即卖回收费率。日头晒35度的高温，搁爱塞车伫路里行，沿路捡回收。拜六立法委员邀请环境部长彭启明做伙实际体验捡纸纸的生活，望提升这挂人的劳动尊严。有时阵也无物件通收，真靠运气。真无简单，甲街区踅过一日，甲回收拢搬转去，经过分类的工课，才通称重算计数。32公斤1.5块，委员多少钱？48，不到50块。因为阮做这吼，也较会定所在啊，哦，爱较垃圾，啊，人家会剪纸啊，环保就开发达，赚无钱啊，啊，佫厝边人感觉很不好看的。登记关注回收价值的下民间团体讲，回收的绩效逐年拢在变歹，或者我捡纸纸的善食人真歹生活。民间团体甲立委提出诉求，希望环境部要检讨现行回收系统的资源分配敢有合理。现在基层拾荒者遇到他最大的困境，当然是回收价格的问题。现在的回收价格其实是逐年在变低的，一整车的回收，一整车的纸箱，可能只能卖到40几块、50几块的价格，对于这些拾荒者的生计是造成蛮大的影响。我们回去再检讨整个体系，是不是能够再更完善一点点？尤其是刚才讲到，一个是费率，一个是这个体系那个健全性。环境部讲会检讨现。行回收费率的问题，未来可能用补贴，也是调整费率等等方式，让捡纸纸的人收入有保障，方法会搁再研究。记者郭文正准由台北报道。即阵捡纸有真侪游客会去绿岛佚佗，去海里畅水。最近底下就出现一尾1.5公尺遮长的海港龟啊，收起外境游客。专家表示，很有可能是海港龟啊，把人类当作鱼啊，做伙咧受罪，也有可能是有人提食的咧甲啥。虽然海港龟啊未主动去攻击人类，不过上好也是卖甲饲，卖甲崩。秀罗绿岛旅游大街，今嘛假日，逐日会当讲拢有10个船班载3000多名游客到绿岛。因为绿岛是国内上好的畅水地点，热天海底的能见度够高，会当近距离看到各种热带鱼，吸引游客来畅水。最近来一批1.5公尺长的牛肝龟呀，对畅水客同齐伫海底收来收去，吼，游客真意外。这种体积的牛港生算是最大只的，然后。每一年都会有出现。南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表示，牛肝龟啊有群游的习性，看到大阵的畅水客可能会外径，要么未主动攻击，要么也是爱避免用其方式吸引外径。那牛港生它有一个喜欢群游的习性，那当它的体型够大的时候，它会比较不怕人类，所以它会有一个想要跟人类一起游泳的一个群游的一个习性在，因为它把我们当成是鱼群的一部分。牛肝龟啊出现伫绿岛石龙保育区海域，甲其他的鱼群同款受到保护。不过，畅水教练讲，过去伫家人捌发生畅水客和牛肝龟啊，加上手镜头啊，提起畅水客拄到牛肝龟啊，观赏都好，唔当期望也唔当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不利在，再回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温度。
北部地区27度至37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南部地区27度至35度，一个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丁阿尊，那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